我被圖騰吸引住了。什麼圖騰啊？你望一望出去就見到個圖騰了。四號台是比較很容易一眼就會望到過去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四號台是全場唯一的全女班，坐中間的 Giselle 造型火辣，只是看外表已經知道她有些實力了。而同組的還有阿妹 Cassis、 媽咪 Priscilla 和外婆 Anissa， 到底她們是不是看得又打得？肥仔快點去梳下她們的料吧。你哋呢一組算是唯一一組是全女班的喎，好似係。哇！你哋啲反應好好啊，但係都好拆得㗎，都拆得真係。係啊，佢由細到大都是肥妹仔嘅，所以我哋成日都叫佢做嘟嘟。點解呢啲咧？就係真係肥嘟嘟咯，咁樣咯。譬如可能細細個帶你出去食咩都好啦，或者食 buffet 啦。咁我好記得我朋友佢話睇住阿嘟食嘢咧，真係好開心。好少一個細路仔咧不停塞嘢入口。好像個即係倉鼠咁樣塞到滿曬，然後即係你睇佢係好開心咯。但你本身參加呢個節目有冇諗住自己有啲咩優勝之處咧？喺度我哋三代同堂，拍得咯，個個都三代同堂噶喎。咁我哋又後生又靚女啊嘛。OK。但係平時你哋會唔會一齊屋企煮嘢食啊、剩啊嗰啲啊？唯一一個必殺技就喺度啦，即係你哋其他齋睇嘅。唔係，我哋都有煮開嘢食。我發覺呢台有啲悶咯，試下個隔離台先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，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。